2005年嘅夏天，我唔系好清楚我点解会搬咗嚟呢度，可能系为咗喂。感觉怎么样，爹爹？没事，好好养病，别再累着了。我离过婚，生意失败，都唔系我哋好多啫。咁计落，其实我哋都几登对啊！我有咗 B B 啊！糖尿病孕妇嘅胎儿咧，出现 K 型嘅机会率会比较高，不论胎儿抑或个孕妇啦，都会经历一个好大嘅考验。我一定可以生个健康又靓嘅 B B。嗱，你阿姐以前话举重啊嘛。喂喂，上世纪嘅事仲提嚟做咩啊？有病你？其实你咧系一个咧好有潜质嘅举重运动员嚟嘅，搵钱咧就我去搵啦。只要你到时唔好嫌弃我呢个从事物流嘅老公就得啦。娶咗个大力杯翻嚟，叫自己食自己啊！做男人做到你咁啊，失之道。我约定你，替你参加奥运，好冇？好。老公，你放心啦。我一定会赢个金牌翻嚟俾你睇。以前我系为自己梦想而努力，由今日开始，我系为我老公嘅遗愿而努力。